焦裕敬、苏玉静、方逸臣、王律智跟黄聪汉。对，过去的国小。对，刚刚一碰到师傅，马上问。空中拉一杆跳投，没有能够投进，但是很快的再进来，在篮下飘的感觉。三分外线的出手没有。快速往前送，机会来喽！哦，没有错。不跟重心太过高。哇，苏逸静来晃了一下，再传。这边是苏逸静的三分出手。哦，他过去的太阳高中教练廖明教练说过，他说，张汉平大概是他看过弹性最差的黑人。分的领先优势，篮板球在篮下硬起，得到再试一次，林毅这一次没有能够投进，但是准备要跟队友来一个 give me five。哇！但是教练底下的时候，教练对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哦，这个脚。Double double 啊，双十的演出，林毅。明明还在斗牛，这边出手，球进。制造了王子刚外围出手机会，王子出场的优势射手啊，王子刚千万不能给他太大的空档啊。冠，所以才会说过去三届 UBA， 台大拿到两次冠军，哇，直接肖玉。冠亚军啊，就是高斯啊跟台艺的对决啊。那这个郭道南跟高春义的这个高中同窗的对决，也会成为那个交战的亮点。苏逸静，篮下没办法放进去。他昨天才是他这个圈最高得分20分，但他平均是13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最高得分跟他平均分其实差不了太多，表示他状态是很稳定的。因为出赛时间方面，我们过去提过，告诉他最好的一点就是，虽然很刚好，今天代替郭昭南首发上阵，那其实也是个调度上的问题了，因为郭昭南等一下可能也会在马上上场。投进，投进来，直接起，没有传给王律师。他，我觉得他们的步调并没有变，他们在进攻上其实还是要去仰赖到外侧的投篮。所以，我想在整个出手大全方面，发动的还是除了像高斯纳这么稳以外，其他球队其实都要投篮。3.74的超级，现在个人得了有8分了，所以武大连十年在前四强啊，中断了2年，上一届又回来前四强，这一次能不能进四强就看这一场。哇，传统名校。球队下面是排名在全部的第一名啊！
他们只有办法遍地开花。有没有错？要投三分球的蛮多的。他们已经不是左中右，他们是每一个点都可以开枪的。你想想，你像现在在这一块来讲，虽然说他年纪并不是很大，然后但是年轻可以说，但他的那个反应的速度非常快，就是做到一个调整，做到一个变化。明天大学的进攻，现在人就是一分的领先。这是波段的防守啊，找不到空间，李俊明上来帮忙挡，球差点掉进去，直接自己来。哇，今天跑出这个空档机会啊，怎么带进来？自己出手没有进网？没错，我就是屁股大，屁股比你大。李俊明看起来什么？好了，谢坤宏啊，可能嘴巴被划到了一些血，然后要下场。先做一个止血的动作。好，他的球员都给换上场上。黄忠汉这边拿球，这边苏一进，哇，这边来开后门呐、啊，可惜没有。并不寻常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下去讲一下，然后让他上。嗯，对啊，现在。最后一场也没打，上礼拜天的比赛也没有打。那昨天八强赛有出赛，只打了四分钟。对，其实吴又打曲君豪跟叶伟就，他的算还可以啊。因为真的蛮多人在站上罚球线时，尤其到新庄体育馆的一个适应性来讲是很惨。好，第一节现在最后的23秒钟，全场的压迫，两队的犯规都很少啊。团队犯规，明道才3次，台艺大1次。我这一波进攻的机会是掌握在台湾艺大的手上。